这申德鲁能对这个最后两分钟，他要不是踢假球，我你妈逼这么多年我都白活了，操你妈！这上海上港最后这三次进攻，申德鲁能没有任何一个人上抢，全都跟那装逼装的抢呢，这故意的，这太傻逼了！这申德鲁能拼了一整场，最后三分钟不抢球，故意让你妈逼这个上海上港赢，这太假了！这个中国足球真傻逼，操你妈！我就。真他妈野驴，我操，真傻逼，准备让你妈逼收多少钱呢，这他妈这场要不是假球我都磕死去，操。